个保险。那个是为什么？哦。拿到了，幺哒。你看，保险。来嘛。这个绳子真的好得很哦。好，就是吃的呢，黄生生的。今天跟幺哒一起装小苹果碎，就可以干点别的。它不碎的话，一直都在手上。你说这个袋子有好少袋，要不这个袋子啊，不是。我想的半斤都不是。啊，还有袋子，给你。吃东西了的。